你们中了毒，几个时辰之内都用不了内力，只要你们乖乖待着，我不会为难你们的。把我们抓来的是你，现在来示好的又是你。别害怕，我带你们来这里只是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。帮忙？你们再多忍耐一阵子，等时机成熟，我一定会放你们离开。我林天意说到做到。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啊？我看他呀，八成是来惺惺作态的。可是，从他的眼神看得出来，应该不是个坏人啊。说不定，真有什么隐情吧？现在，只有希望小宝赶紧找到大师兄了。什么时候才会来救我们啊？哎呀！你们耳道样的说过，不许你们来打扰我们，你们怕吗？反正这么多女人，大当家的也享受不过来，分给兄弟们享受享受，不也是应该的吗？啊！哎呦，哎呦呦呦呦呦！你看这小脸蛋儿多的，这个林天意。真不懂得待客之道，啊！小美人，只要你好好服侍服侍我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你别碰我师姐！你非要女人的话，你找我！哎呀，这贞洁烈女我可没少见，这主动送上门来的我头一次。好，青云，老子就喜欢主动的，啊！你们两个姐妹。排着队，一个一个来，啊！师姐，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啊！不要！既然你这么主动，好，那就你先来。你想干嘛，金云？你放开他！